经很厉害，觉得我今天你们更加更加的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邓紫棋。演唱会刚开始，你们就已经热好深了，对吗？所以我想要邀请你们。等一下，我听不到你们讲话，现在太乱了。我想要邀请你们，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全情投入，可以吗？什么叫全情投入？我来解释一下，这个意思就是我唱每一首歌，你们会唱的话就跟我一起唱，可以吗？太棒了，我已经有预感今天晚上会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演唱会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出来的时候有观众是那么的大声。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动力，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同样能够为你们找到存在的动力，一起唱吧。